天天做饭，灶台非常容易脏，水中加入洗洁精、衣物柔顺剂和食用盐，装进喷壶，喷在灶台上，静置15分钟，抹布一擦，油污轻松搞定。二，水中加入洗洁精和啤酒，放入锅盖，静置10分钟，溶解油污后，清洗锅盖，干干净净。三，倒入滚热的开水，适量食盐，搓洗表层污垢，小苏打清理深层污垢，白醋杀菌消毒，再用白净的小手轻轻擦洗，最后倒入开水，这样菜板就干净如新了。四，空气炸锅每次用完了很难清洗，教你一招，烤网翻个面放下去，撒入小苏打，倒水没过烤网，放炸锅200度烤10分钟，这些油污都飘在上面了，用清水冲洗一遍就干净了。五，如果你家里的锅总爱粘锅怎么办？教你一招，首先将锅烧热，挤出几滴洗洁精，淋上白醋，两勺小苏打，让它们反应一下，然后倒入半瓶可乐烧开，轻轻的这样摇晃洗干净，再像这样擦点油，大火烧一会儿，这样做再也不会粘锅了。学会记得转发，让更多人知道。